青春食堂永续新生邀请了五位人生经历丰富的朋友畅聊他们对于永续生活的理念。你要把字写得好，因为字代表你的一个人品。其实 life 是很多未知，但是这些所有的未知才是精彩的。总要有人在不合时宜的时代做不合时宜的事情。能够去做，能够维持生活，然后把故事说下去，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新春食堂永续新生 Azure AC 与 Azure Go， 浏览我们的网站了解详情。